奶茶妹妹张泽天。早年凭借一张手捧奶茶，有着清纯而甜美的长相的照片而走红。当初刘强东和奶茶妹妹张泽天走到一起，受到了不少流言蜚语。从结婚到现在整整有三年多的时间，他们的夫妻生活状态足以说明当初的坚持是正确的，顶住了舆论的压力。其实说是刘强东征服了奶茶妹妹张泽天的话，倒不如说是刘强东被张泽天的撒娇征服了。近日网络上流传了一组张泽天和刘强东逛街的照片，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奶茶妹妹即使结婚了，一个青春不改，逛街是个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可张泽天和刘强东弄得跟热恋似的，奶茶妹妹张泽天才是最会撒娇的女人了。从两个人的动作可以看来，好像是处于热恋期的两个刚放学偷偷出来约会的大学生啊。张泽天属于主动撒娇型的，完全把刘强东从一个无趣的大叔变成了浪漫的小伙子。即使两人相差20岁，但相处起来非常的甜蜜，真的是羡煞旁人啊。在爱情面前，年龄的跨度可以很大也不是问题，就像刘强东和张泽天的爱情是最好的说明。张泽天的撒娇怪不得刘强东会被迷倒。有网友称奶茶妹妹的撒娇值满分，来源网络综合。